有時聽啲喺外地旅遊完翻嚟嘅朋友咧，講下佢哋遊覽嘅經歷，其實非常之有趣。有啲朋友咧，佢去完南非，同我講咧，南非嘅天空咧好藍嘅，好低嘅，好美麗嘅，哇！個心已經去咗啦。有啲咧翻到內地北方嘅地方，講成個嘅田咧都係油菜花田，又香又靚，好美麗，好宏偉，好壯觀。跟隨他的腳蹤就已經飛了過去了。在漁夫期的時候，我們都要思想一個課題，我們怎樣跟隨我們的主而行呢？聖經教導我們一個很寶貴的功課，我們是跟從我們的牧人而行的，但是羊呢，很多時候就跟著草而行，哪裡有好的食物，哪裡有好的他喜歡的地方，他行下行下就過了去。其實我們要跟隨主耶穌的腳蹤而行。我們在漁夫期已經進入了20多天了，那就有20多天呢，我們就會去到復活節的前夕。整個漁夫期再一次提醒大家，我們是向著耶穌基督的受難，跟住等候佢榮耀嘅復活。喺呢段時間啊，正正20多天咧，再睇翻我哋嘅日曆嘅時候咧，其實20多天之後咧，我哋會有幾日嘅假期。我哋會唔會而家已經開始安排緊咧？好多時咧，我哋教導信徒啊，預備預苦期啦，一路一日一日去教嘅時候，但係其實原來信徒咧個生命裏邊或者佢嘅心裏邊咧，其實諗緊另一啲嘢啊，喺嗰段公眾假期的時候，我們會怎樣去度過呢？似乎我們將公眾假期納入了在我們的娛樂的節目表裏面，但其實有一件事要提醒的，我們在一個即復活節有一個假期，其實這個不是應份的，不是必然的。有一些非基督教文化的國家，其實復活節是沒有假放的。其實你就可以很清楚了，這幾天公眾假期不是給我們的，而是為了上帝的緣故，教會為了信徒能夠在這段時間好好的去思想。所以呢，在這段時間呢，我們不要太多的旅遊，不要太多的享樂，不要太多的豪華的飲食。這幾天的假期是讓我們潛心的、靜心的去思想耶穌基督上十字架這條道路，在墳墓裡面等候榮耀的復活这个的苦难。我们很懂得计算，我们现在已经其实可能已经安排了，在那个的礼拜我们可能拿3-4天的假期，其实就可以放到10天的假。如果拉埋后面那个礼拜我们拿6-7天的年假，其实我们有10多天的假期，真的去转欧洲都还行。加埋係學校嘅復活節假，好多一家大細去歡度呢個假期。但係我哋做基督徒嘅應該點諗呢？牧師唔係單單淨係教導啊，我哋要吃苦啊，苦行，唔係，而係我哋配合翻我哋嘅信仰，我哋嘅身份喺嗰個時段，我哋應該諗啲乜嘢，做啲乜嘢咧？彼得前書2:21好清楚嘅。跟随他的脚踪而行，我们是要跟着上帝交托给耶稣的使命。他一路走的时候，其实在这段时间他已经知道他自己的苦难，入到去耶路撒冷受祭司文士长那种的迫害，到终之主日之后他要立圣餐上十架。我们其实跟随他的脚踪而行，预苦期要思想的是什么呢？苦难、罪恶和死亡。在这段时间，当我的朋友、我们的家人啊邀请我们去吃喝玩乐了，不是，这个礼拜其实我们要安排的是怎样呢？去思想上帝差遣他儿子为我们的缘故吃苦，为我们的缘故死亡，为我们的缘故战胜罪恶，用他自己的身体和宝血那种受死和代赎
去令到我哋得生，我哋仲点可能喺呢段时间安排一个玩食瞓嘅一个礼拜呢？人生唔系净系得玩食瞓，喺呢个礼拜其实正正就系考验我哋人性定系灵性。我哋今日会睇到复活节之前嗰个礼拜嗰个节日嘅安排，其实俾我哋一啲灵修咩反省呢？其实系锻炼我哋一个吃苦嘅心智。成个预苦期都系噶啦，成个耶稣基督嘅生平，点解我哋话要跟随他的脚踪而行呢？咁呢个其实同我好违反我哋嘅人性嘅。上帝要我哋点样做呢？在彼得前书那段经文二章那里所讲的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蒙召是为什么呢？原来就是吃苦。哇，为到服侍而吃苦，这个是我们蒙召那个目的来的。最重要已经不是再讲吃不吃苦，最重要的是我们锻炼到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，我们服侍人的生命。就很简单，整个预苦期我们禁食，我哋守斋，我哋放低我哋嘅娱乐，我哋嘅节目，我哋嘅欢笑，我哋将我哋嘅生命投放喺一个苦难嘅里边，我哋吃唔吃到苦呢？今日我哋去预备自己喺嗰个礼拜里边，唔好讲吃苦，系为耶稣嘅缘故，我哋放低一啲嘢。年复年，月复月，几十年之后。我们可以说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的生命随时随地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为到他嘿召命我们，你去做些什么了？要吃苦的。在这么多年的训练里面，我们已经上过了，我们已经知道了，原来我们蒙召就是为此。不要到耶稣呼召你，嘿，为我一个召命去前行，去奔跑，到那时候我们才还在心里面计算，哎呀，要吃苦的。不是的，在预苦期这段时间，其实我们已经是学习和操练放低自己的。达成使命要吃苦，这个是必然的。我们不是为了吃苦而吃苦，是为了上帝随时召唤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随时预备自己，苦难、死亡都不可以拘禁我哋，我哋好好嘅装备自己。喺预苦期里面咧，其实我哋都有一个行程表嘅，不过咧唔系一个旅游嘅行程表，而系苦路十四站。呢一个灵修传统咧，苦路十四站系让我哋明白咧，耶稣由立圣餐之后被判。要钉十字架，中途有十四个嘅环节。嗰度讲到耶稣跌倒，耶稣面对佢嘅亲人、支持佢嘅人，佢冇办法相应，因为呢条苦路一路要行落去，直至到佢被钉于十字架，被挂喺十字架上边。喺种嘅经历里边，已经唔系再重视十四站，而系在于。那个苦，我们要经历的是耶稣基督那种的苦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去达成使命，去达成使命的时候必然经过苦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逃跑啊！耶稣都是在这个苦路里面能够一路的走下去，以至荣耀的复活。如果想重温今集的内容，可以登入网站 dr.cc， 一起实践，让生命活得不再一样。